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成都的 William，很高兴在这个平台上跟伙伴们相遇。我自己是在2个月前跟凯丽结缘的，当时呢是我在成都的一些伙伴们推荐引荐我认识了窦总，他用最简短的时间告诉我了这个凯丽事业的一些美好的前景，我也很快的就加入了这个事业。加入之后呢，我其实心中还是有一个疑问，我希望能够对这个产品有所了解，所以我等了大概20多天才等到这个产品，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开始在品味这个产品。给我第一个惊喜的是藻蓝益生菌，因为我自己在2年前曾经因为肠胃急性胃肠炎的原因，曾经晕倒过一次，在国外。后来回来之后就做了胃镜检查，知道肠胃里面十二指肠等等都有些比较严重的炎症，甚至有糜烂，所以我就特别小心这件事情。当这次吃到凯丽的藻蓝益生菌以后，1周多就已经开始快速的产生反应，对我的肠胃的调理就效果特别好。我后来就追加了一批给我的父母也买过去了。这段时间我吃了以后，我真的感觉肠胃有很明显的调整，和忘了那种更好的这种感觉在出现。然后呢，第二就是关于那个 SOD NMN 和金鳍片，因为我拿到产品以后，我就按照伙伴们的教导，就开始早上空腹的时候就饮用金鳍水，以及老力健，还有NMN 等等这些产品，我就按照这个标准来饮用。大概2周以后，我去洗脸的时候，洗脸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他说陈哥，你的头发在长，而且变得越来越密和轻，我都觉得很开心。后来我就去理发店问理发师，理发师也跟我讲，他说确实是你的头发比以前要好很多了，因为最近这几年我的头发掉得很厉害，加上年龄的原因，加上工作强度的原因，就变得头发稀松了很多。没想到经过2、3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，吃了以后就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反应，的确是让我很欣喜的事情。与凯丽的结缘让我有一份非常的愉悦的心情，与这样一群优秀的伙伴们一起，面对这样的一个事业，更面对这样一个能够带给我们健康的身体，甚至身体青春逆龄的抗衰老这样一个产品，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。我非常渴望能够将这样一份好的经验、好的经历能够分享给大家，让我们大家共同在凯雷的事业上能够做得越来越好、越来越成功。谢谢大家。